这两个是一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也是单独的，那这里是一组。那注意一下这个点跟这错步的这个点哈，要这个距离要大。那它这里，你看这个横画，有的稍微长一点，你看，有的比较长一点啊，那有的比较短，好。那这里呢，眼部啊，这个眼部哈，这个比较长一点，这里比较短，有没有看出来？那不管怎么样，它是内斜的，内斜的。OK， 那你要写哪两个字？哪两个？上嘎嘎。远跟尾。OK， 好。